我本来就往大红，64周岁做琉璃，今年已经做到这个50多年。64岁做50多年，实际上我是从小跟着父亲去做琉璃。 我叫李斌，今年38了。我是做琉璃的。别人都叫我们卢匠，其实我现在是一个个体户，是别人的工厂。 做自己的东西，他们还以为我是工厂的员工，其实我是借用这个地方做我自己的产品，销售我的东西。我叫柱子。 今年29岁，然后来博山呢已经有5、6个年头了，包括从开始学习玻璃到现在，就大概就将近这个9年的时间。 1966年我就开始跟着父亲干，跟着父亲做这个竹子锥。1964年正式上煤流厂，下半年就毛发雕的那个学边壶这个地方来了，从那一直干这个边壶。 这个烟壶是我最得意、最拿手的产品。我是第一代人去学做这个烟壶。烟壶在没有成立合作社之前，在脚庭上做，也不让看，是保密。成立了这个合作社以后，都集中到一块。 从那个呢，与学就公开。当若干来的一追溯，就没有秘密可保了。那个烟壶它主要这个流程要求比较严格，它那个品种发多，颜色发多，制作工艺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工艺，差距就在挑色上。 这个厂去采到。我19岁啊，进琉璃厂，是叫的姥姥和三姨接受我上厂去干，因为他们两个都是这个厂工人，因为我脚在这见面，就我上厂去学学试试，看能不能干成。 我也当时就当做好娃去试试吧，也当不过还有点这个做琉璃天分啊，这个厂这个厂长，就给我介绍两个老师，叫我去给他们学一下皮包板匠以及一些垂直，在我这厂这活里头，我还算是比较快。
今年是猫年，你看就像我做猫吧，基本上我步骤就是拿腿桶去水银料，投上各种不，你做什么颜色就投什么颜色。像倒提把猫的轮廓，差不多猫后腿前腿先露出来，然后再上那个成型炉，就溜炉里面溜了以后回来，加看这个前后腿，它是露出来，搞出它个后部的腿部的肌肉了，后再倒上猫的小腿，就猫能够站稳，就用那个水银料加到后腿上面倒一个座。到头来我们再处理上半身，就是猫脖子、猫头、猫前蹄，这样有多次加活，十次、二十次或者几十次，做了一批猫，基本差不多时间就在一个多小时。卸货之前要多次加活，把这个料的温度就稍微化，退温时候它就不容易出现裂痕。基本上三天至四天出炉。我是2005年开始学习玻璃的。学习玻璃的初衷呢，我并没有对玻璃产生多大的兴趣，而是有回我老师给我做一个就是。学习玻璃一个课程一个开题，那大家呢就是说都在看这个玻璃的东西，哦我操，玻璃原来是这样的，就开始慢慢的熟悉，慢慢的去认识这个材料，认识这个工艺，认识这个历史，不管是中国的国外的，包括西方的东方的，了解到最后我觉得我操，迷上这个东西，这个材料确实美，特别漂亮，特别迷人，它需要你去进入一个另外的一个状态，去不断的去认识，不断去思考，不断的去挖掘它。我最大的梦想当时是做一个工作室，做自己的一个工作室。可以说是十岁跟着父亲去学琉璃，是因为这个家庭困难，我的父亲就不没接我上学，就跟着他开始学这个琉璃。这个琉璃是不好学的，又苦又累又脏，两头不见面，没人愿意干。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做路找个对象都不大好找，叫小炉匠，一听说是小炉匠，人就摇摇头走了。我在5年前做的那个调研，当时我也想帮助他们去申请恢复中华遗产。我那个时候调研的时候呢，是一种自力更生，就是自己赚钱来，然后把这个钱投到这个调研里边去，也没有太多的资金，我也没钱。我也在调研过程中，啃过馒头，吃过咸菜。这5年里，我把整个博山的大街小巷我都转过。做到最后就全面也全面了，但是没有结果，没有什么样的结果，不管是好不管是坏，没有结果，只是把这个系统全部都调研完整了，文章呢也写过，发表也发表过，但是没有结果，竟给他们添乱了，就这些老艺人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
这招没用，老先生跟我说一句话：调研这些有用吗？我整个一晚上都没睡觉，我整个那一段时间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我是处于精神崩溃的一个状态。他干这一行不容易，挺苦，在手上也有老茧，有钢啥的，有啥。啊，你看俺来这小时候，不让我叫洗脸，这一叫洗脸都下老潮慌。反正这一行就这样了，俺每天都干这个工作，辛苦工作。不现在年轻人也不大干了这一行。这一行反正是辛苦活，真的是不容易我活路。小孩以后我是想不想老干这一行。我个人喜欢比较大型的东西，但大型的东西呢，我每次看到这个时候做过一两次以后，我就不太很忍心再去做这些大东西、大件复杂的东西，因为全是手工制作，它的温度上千度。然后比如说是我之前我就是自己挑杆放在这个炉里面去挑料的时候，就一点点，我已经这个皮肤就已经是通红的。还有就是吹气对人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啊，因为再说现在最少的年龄可能是35岁左右，在下面再年轻的已经就没有人在做这个工作了。因为他确实是，我看有的一个师傅做一个大型的东西，他吹每次3分钟之后他就要出来吐一次。原来就两个徒弟，都在没留的时候，有一个是不穷灶台搞一小掩护，几辈这个工作就是做这个灯骨，也改行。有一个是这个直接不干了，按现在来说，淘米料都不干的，哦，可真正有点遗憾。你这东西说失传就失传了。他们的父辈，他们的父亲的父亲，他们父亲的父亲的父亲，都在做这个东西。他们自然而然的要去做这个。至于他们的孩子们做不做，不见得这个。就说这是整个中国的一个手工艺的一种现状吧。他们确实是创造色彩的这群人，但是他们的生活很单调。他们确实是一种黑白的人生。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角色。玻璃对我来说
在这个环境里边给了我特别多的一些东西。宝山也葬送我挺多的，包括我的青春，包括我的所有的一些东西。不管吃过多少苦，不管吃过多少的这个，就是苦头的这种形式，那你最终还是转出了一种形式感，就是还转回了一种生活的方式去走。那种方式可能就是我喜欢它，然后可以去为它去做很多的事情，就跟我们现在就跟相恋的两个人是一样的。从2012年的，然后从上海回来，然后来博山做工作室，当时就是觉得时候到了，因为我是一个佛教徒，我相信一个机缘，就机缘到了，我觉得这个点各个点都 OK 了，然后就回来做了工作室。我要为了更多人去了解这个东西，要来到这个地方，要让更多人去学习这个东西，而我能做的，我利用我的条件去为大家提供更多的这种平台，我给他们最大的资源，让他们能够在这个环境里边能够得到他们把内心的东西真正传达出来。就我们木木小朋友，他在这边创作，我们可以为他提供资金，我们可以给他提供渠道，就是说他在这边可以安心的去创作，他不用去思考很多，那其他事情我来承担，我来去做，我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我90最小。然后主要我在这边做的工作呢，就是做自己的设计。然后毕业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还是觉得在北京没有环境，然后也没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就毅然决然的来了。前这个老公嘞都说干这行找不上媳妇，我这吧从进城这几年，干有4-5年哈，就到一外小厂去，教个徒弟。他也挺喜欢这行，我一看他也挺聪明，挺灵活。这不断他在学习，我在提醒他，算还真的不错。经过这个这么长时间以来。俺两个就慢慢产生感情。以前我有时候小吧，俺这小吧不管是刮风下雨阴天，就每天都是基本上都是接草送草，骑着摩托车。当时那个时候就是，洗澡周一杯，车就算不错了。买个摩托车带个老婆的话，也挺风光。我这个人是干活是兢兢业业的干，不当目的不忘心，高手就是艺术家，你得达到就这个流的听你的话，你想做一个产品，你就把它随心所欲把它做出来，这就是一种形式。玻璃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挺重要，就跟我的爱人跟这个妻子是一个概念的一个东西，然后呢，我也比较庆幸能来到这个地方，因为认识了很多很多的朋友，然后都是从事玻璃，不管是跟这个玻璃有关系的这个人，
大家都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凑到一块儿。在博山未来的3到5年，我还是希望它能够有一种转身，比较华丽的一种转身，让它回到再一种高度上，让全世界，让中国更多人能认识到博山的这个材料，博山的这个手工玻璃的材料，它还是能够回到一种高度上去。其实现在如果我做琉璃啊，它在我这个生命的生命中啊，已经是说有一定因素了。因为我妈妈喜欢上它，每天也琢磨着我琉璃，做出来只要反正也有我心里感受，你自己做出来漂亮东西自己也挺喜欢。我个人可以说，我做了这么多年这个养护，我个人考虑我可以是个艺术家，还是绝对的艺术家。玻璃可能是我毕生要去追求的一个工作的一种方向。我不能说我的职业是什么，但是我的工作是做玻璃，我的职业我就是一个匠人，就是一个傻逼形态的往下走。